哟，大家好，我叫李在熙，啊，来自北京，地道道一个北京人。然后之前在洛杉矶那边学音乐，在洛杉矶学了这个 vocal 和音乐制作啊，在两个学校。同时呢，我李在熙的这个兴趣爱好也挺多的，像打篮球啊，然后游泳、滑板啊，比较玩的比较多一点，多元化一些。然后呢，特长呢应该就是属于音乐啊，整个一个板块儿，也是对自己音乐这个水平非常自信啊。那么呢，这次也是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，然后录咱们的这个节目《少年之名》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赏识。那么我们多余的不讲，如果你们想了解我李在熙更多，想了解我的平时的生活状态啊，那希望你们大家都能来《少年之名》为我助力、加油打 call、冲啊！哟！